光 Plus 中嘉在地影像培力与真见计划开始喽！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，丰富奖励等你来拿。详情请洽中嘉新闻 FB 粉丝团或扫描真见简章 QR code。近日，委托行商圈举办市集活化商圈，这次市集主题是委托行慢播市集，结合许多地方创生、复古老街、美食，还有黑胶唱片机、复古老物。40年代、70年代复古 The Live House 不插电音乐表演，以及各式各样的复古小吃，重温当年委托行的风采。现在这样子的话，是有市集的话，会变成是人潮会比较多。但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事情是，还是有一些不是基隆在地的店家。那希望能够在基隆在地，其实特色店家非常多，能够让这种事情能够有更多的在地店家来参与这样子。我们主要在这边做这个活动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推广这个音乐哈。因为主要是黑胶在1876年就有这个记录声音的这个工具这样子。它这个在140-150年来引用。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影射，这样。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分享的这个活动啊，然后让大家可以接触到全世界不同民族、不同时代的这个音乐风格。嗨，大家好，然后很开心大家今天可以来到我们的委托行商圈。那今天在这个商圈里面呢，我们有办了很多的一些创意市集活动。那这个创意市集今天是走叫做复古的这个委托行慢播活动。那今天来了蛮多有名的一些摊商，像我们街区里面呢，本身就有几家主题的店家，也都是有带有传统的一些美食。目前委托行商圈呢，我们不只是办创意市集，我们希望就是借由活动，就是让每一个摊商他可以加入我们的市集工作坊。那什么是市集工作坊？市集工作坊就是我们希望孵化他成为商圈的店家，让他可以在商圈里面呢能够来做创业，然后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。公民记者蔡念成基隆采访报道。